对收视有信心，袁伟豪望剧集再创佳绩。胡定欣、袁伟豪等人日前就为剧集《城寨英雄》宣传，谈到剧集开播以嚟平均收视有 29.1 点，最高纪录得到 31.3 点嘅佳绩。袁伟豪表示绝对值得高兴，并坦言已经唔太记得拍过啲咩，所以每晚都会以观众嘅身份再睇一次啊！绝对值得高兴啦！咁又基本上我而家其实我哋有几位演员都其实有少少唔系好记得。就拍過啲咩啊？咁即係以一個觀眾嘅身份去睇，咁我哋每一晚有陣時可能睇完即係 live 之後咧，都會喺個 group chat 度講下，或者 cap 翻啲圖出嚟，等大家笑下。咁袁偉豪你有冇信心收視會更加好呢？當然有啦，當然有啦，即係成件事。我幾多點啊？35啦，夠唔夠啊？35。好好啦，35係啦。最高是吧？最高啊，最高35啊，40都好啊，如果有4以后都好啊，到时再想什么办法庆祝啊，什么方法，多谢大家咁啊。